来，姐姐抱一下。来，姐姐抱一下。嗯、给娜娜姐抱啊。我也能抱。你也能抱。哎呦，弟弟哟、啊！刚刚他抱的时候，小韩哭了。姐姐，哎呦，好多姐姐，你看，今天好多姐姐陪你玩哦，你看，这么多漂亮姐姐哦，姐姐握手，握手，哎呀，抓好紧啊，抓好紧啊，手太烫了是吧？哈哈哈，没睡够啊你啊？还玩那个啊？嗯，你还没有睡够啊？小女孩玩那个，跟姐姐玩一下啊，又咬手手，又咬手手，嗯，我能咬手手。谁咬手手？嗯，不能，不能咬手手的哦。姐姐，吃好了。哇，天气热了，可以穿裙子了哦。嗯啊，那你不穿裙子？我裙子都被晒了。还、啊、还没有晒是吗？还没有晒，还没有干是吗？没有，扎得挺紧的是吗？扎着姐姐的手。嗯，不紧。嗯，坐好，坐好，别摔跤了。你要扶好他不？抓你的手。嗯，抓那么用力。哎，夏蓉，他是不是很喜欢看你啊？嗯，因为你白白的是吗？姐姐说的，因为你白白的，他老喜欢看你了。姐姐黑黑的，他不喜欢看那个姐姐是吗？都喜欢的哦，你看他跟你说话了，你看他跟你说话了。你们干嘛？他们两个说英语哦，香蓉能听得懂是吗？听得懂弟弟说什么是吗？我才听。我只能听得懂白盖还有铂金的话，是吗？他们两个都会说话的，因为他不会说话，你怎么听得懂呢？那两个都可以说话了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奶香奶香的是吗？嗯，是不是奶香奶香的？弟弟你幸福了，这么多姐姐抱你玩哦。嗯。什么动物？说的玩说不出来，完就像一种动物一看。像哪一种动物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也不知道啊？我就觉得好像动物。可爱不可爱？可爱是吧？你问他可爱不可爱？他在跟你说话。拜拜，他要你逗他，他要跟你说话。拿手过来。他最喜欢小姐姐了。三。嗯。那他不抱他靠你，抱他靠着你，对，靠着你。干嘛啦？怎么啦？嗯，你这里也有个小姐姐哦，哟，好多姐姐哦，看吧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叔叔呢？好香哦，叔叔去干活了，开他的车车去保养了，去干活了，大肥猪，说我大老鼠，他说你是大老鼠啊，他怎么又说你是大老鼠？前天晚上我来娜娜家玩，然后呢，他在那里去那里喝酒，他还说大老鼠啊，不要玩，叫他大肥猪。嗯，啊，妮妮姐抱一下哦，真乖。嗯，就喜欢要人家抱着了哦。嗯，姐姐会抱，扶住腰。走，不要别人走，他就在哭。嗯，他要去玩啦，他想玩。嗯、我还没有姐姐。你要扶住他的腰啊。你也想坐这个车车啊？啊，小航，你也想坐这个车啊？你又坐不了。想坐台子。这个姐姐很会带娃哦。我以前带过我妹的。哦，你从小都要背带妹妹的是吗？这个是带这个妹妹是吗？嗯，好厉害哦。玩捉迷藏是吗？咦，都跑到外面去躲了。
跑这么远呢、啊？估计要从这边出来了，我就说你们肯定要往这边出来了，哎呀，弟弟哦，别别了，嗯，拉粑粑了。换爸爸去喽，我换尿片去。哎，我回家啦。看谁跑得最快。谁被抓啦？谁被抓啦？啊，你也想玩呐、啊？你也玩不得。谁被抓啦？哦。蹲下来就不能抓了是吗？蹲下来自己，我累死。哦，站起来就可以抓哦。几个小可爱。